幕后呢，他弟子每一次都是个人进行放生，放生前都默念一遍大悲咒，30多句，南无宝吉如来、宝胜如来、释迦如来六字大明咒，最后啊默念回向偈，而没有把放生的东西带去佛堂，请法师替他们受三皈依及念佛，这样做是否正确？怎样放生呢才算如法？你的放生很如法，只缺乏的时候，你应该对这个被放生的，这些鱼或者是鸟兽的时候，你要给它做三皈依。这个不一定请法师，你自己跟他做三皈依就可以。这个三皈依啊，这个念的时候是皈依佛，不堕地狱。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僧不堕旁僧，你这样子给他念三遍，给他这样子皈依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永远脱离畜生身，这样就入法了。